他跑不了了，他一没有我们二快的，你还想跑？跑你个西瓜皮！我操，怎么瘫了？锤石德莱文，谁的头？德莱文的头。全军出击。要走复系点的啥？先 Q 一下，太古吗？复苏之分。他怎么不打他？有点亏这不？应该死不了，吃了一个饼干。没饼干就记了。得亏点兵这样的。这把出个炉灯嘛，就我们一个 AP。我以为是个高手了，没想到是个小瘪三。这不刚好有车子，回家可以一次的张杰了，很符合我对亚索的印象。其实第一波我会站那边跟他打，我就感觉塔会打到他，结果第一波塔没打到他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，等六他就死了。这不我们先抢六了，肯定要到六才能去，一到六立马支援。周伦有没六级就是两个英雄。这个点应该在打红啊，怎么会出来呢？他估计想杀我们。我马上要升级了，给他吹一下，他打他他死了。对面的机会也是你的机会，机会转瞬即逝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我。这房子可能升六了，但是这个线得推啊，我可能会死。富贵险中求，好像还是差点钱，这咋搞？没事，吃个果子，再吃波线。把它盾破一下，那丢不了分享再 Q， 来快飞饼。小兵震一下，补点伤害，隔伤打牛。串没救到他，可惜这剑直接可以出金身了。烧死了，烧死了。我说你怎么敢跟我打的，原来是还有一个 Q
Q 差一点点，我来下，我来下。直接闪现 RE 三个，是 Q 啊，卡博士也来，三二一，要秀我吗？好像还真是，他有闪现的。那他没闪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计价时间来，二三一零。你们猜他这波交闪要死个多少回？先别急，等德莱文出来。你也没出来，你装啥呢？你还丢个灯笼，好像前面有人在的样子。哎呦，二十秒大快好了，辅助替他死了一回。下路有人吃线，他应该要来中，亚索去上了，那他肯定要来中了。这女警去勾引一下，来色诱之术。发现德莱文了。前进了，你还想跑？跑你个冬瓜皮！还可以再杀一次。跑不了了，他一没有门二快的，你还想跑？跑你个西瓜皮！我操！我以为能杀他的，我都没想开大呢，我都帽子了。我想省个二再杀后面的人的，一没出来，这不瘫了。他闪现好了，啊不是也大了。这些人多少有点毛病，我虽然是 AP 墨菲特，但是我300的护甲哪有这么容易死，差点点16，等人来吃线，等来我要小德，小德吃冰了，小德小德还不来吃冰吗？这是有眼，我总感觉他在勾引我，我就不上，我就要等 AD。小德，他就是在卖这个屌毛，再来一个。哇，好吓人啊，爆金币了。德莱文好像闪现都没按出来过，这两波。嘿，测一下智商，别让他骑着里面去。没金身了，不然能再拖一套技能。可以，他又没闪现了，跟我们同步的，又可以愉快的接着秒他了。
还是以前气垫神仙的时候好玩，而且那终极猎人可以突破上限，以前那个终极猎人是直接加 CD 的，不是现在极速。去找到小德来，我操，差点快死了。得来，我们几杠几打到几杠几，连续杀了他有五六波了吧。这就是没位移的 AD。 他前面挺肥的，二开怎么斜杠给他杀了八杠十。